好，给这个我们的这个老师点一下这个赞投票啊，点击公屏的连接进行投票，电脑端和手机端都可以，每人每天可以投11票，会员可以投12票，让我们关注 YY 主播和粉丝团结起来，一起为他送出一起送他出道吧，谢谢。有点尴尬，对。大家好，我是心妹，然后接下来我为大家跳舞，谢谢大家，然后咱们来跳第一个舞蹈，谢谢。谢谢大家送礼物，谢不切哥哥，谢山爷，谢我们这个要怎么说？符号吗？谢符号哥哥吗？好尴尬。欢迎哥哥，谢谢大家，喜欢宝宝可以点一下关注，谢谢。哎，我在。可以抬上来10分钟，哥哥你点上我的关注，一会儿上我直播间我给你抬一个。
扫码快点一下我关注跟直播通知，谢谢大家。我是来自一个四川成都的跳舞主播，对，会很多舞走，对。啊，扫码快点一下关注，谢谢。坐上来自己动。好，我们跳第二支舞蹈，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。点关注不迷路，谢谢。啊，气死，累死我了。我把音乐放小声点，好像有点大声，感觉会有点吵吵的感觉。
吗？累啊。事实证明我是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。好好看，谢谢谢谢。歌名刚刚那首歌吗？刚刚那首歌是一个韩文，我不认识。嗯，一会儿或者你去我直播间吧，我把那个歌名复制给你。热死我了。然后小宝可以点一下我的关注跟直播通知啊，然后点关注宝宝可不可以点点关注，可不可以给我点到600，我想要600个小哥哥，我想要，你可不可以给我。我想要，你可不可以给我。然后没有点心的宝宝点点心这个位置，谢谢大家。然后点一下一二麦主播的关注，谢谢。啊，热死我了。哥哥，我想要，你想不想改。让我休息2秒钟，谢谢。不给，哼！作为一个男子汉，当一个女孩子说出我要的时候，一定要给她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作为一个男子汉大丈夫，女孩子要就必须给，不然的话，我跟你说，小哥哥，你就废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就废了，居然敢说不给，我可以满足。你们污了，我说我要关注你们，真的是污了。啥家庭用啥自行车？嗯，哥哥我跟你回家骑自行车。嗯，啥家庭不知道吗？我要点东西能不能给我，真的是，哎呀妈。哎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，辛苦了辛苦了。然后跳最后一个舞蹈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我。手机用户宝宝点关注在这里啊，电脑用户宝宝在这里啊，点关注我带你回家。对，没事哥，我给你，你不给我拉倒，哥我可以给你，对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大哥啊。Hey you.Come over here. I want to tell you something. Drop the beat.